阵人日前到了民众下摸春晚，新竹站农业出席了农会合作，推出各种各样的青菜果子箱。本乡亲朋友都不下透过苗路所在主文，唔但想买一朵彩地气气的青菜果子，也唔是去了其他人家面感受本车都会风险。竹北市农会感恩这个本种七七个青菜果子，新竹人老全国群众热情感恩提三个农业处为到菜提小农做的给小生产，又做的解决青菜果子销售的问题。首先，到农会跟新农民市场等十三位合作推出旱田青菜箱。嗯，新竹人的这种的有机农户就112户那样，嗯，种植个有机蔬菜面积差不多就190公顷了。所以，佮等于计划性生产佮有机蔬菜呢啊，吼，上冇办法佮种来销售啊，都咪想喺到人人福佬县农会，韩国搞体系啊，佮农会呢啊，啊，主来推出蔬菜箱。两下农会推出个多种化青菜果子箱，虽然入个农会系用批量销，也系方式等类数来到了二名额。不过青菜果子都系在提小农生产内，分别有杂菜类、金黄类、老果子等，大约十三种个青菜果子，假使系农会添加，大概600元呢。民众点不下方式，唔是出门，用苗路出走的轻松个来添产品。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可以加入我们竹北市农会有一个 LINE 群组哈，啊，还有一个是 FB 群组，那可以透过这两个群组里面，大家可以去预定。农会讲，两下田青菜果子乡个民众除了做在许多吃小站，唔是摆列个纳货，还做在用佛送豆腐个方式，系杀去材料田就二十分，农会还会派人去送。对消费者来讲，贵到方式，如做在给吃菜田个农业，好处一多。下个新闻播报，新竹报道。